下一个可以试哈，可以。好，可以直接开始。好，在我们集团里面，现在正在结集创员跟训练两边不同领域，从基因精准医学以及细胞治疗两边分进合集，而产生很大的综效、很大的差异化与竞争力。举例而言，在癌症方面，结集了两边的力量，我可以从癌症的风险评估到癌症的确诊、诊断，到细胞治疗，以免疫细胞治疗作为癌症的治疗手段，然后再配合以基因检测作为术后的追踪，或者是投药方面的伴随式诊断，所以这里面有太多太多两边可以产生综效，可以共同来创造不同的价值，对同一位病患，甚至在我们的医美事业部门也是如此。我们可以用基因检测来针对每个人不同的肤质，来搭配另外在训练的医美事业部门，我们应该是用哪一种干细胞针对不同的人的需求。举例而言，我们有个妊娠纹的产品，而妊娠纹的形成根据不同的基因，有些人是缺弹性蛋白，有些人是缺保湿型的胶原蛋白，所以它需要的手段护理方法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很多的科别里面，我们都可以结集在集团里面基因医学、精准医学以及细胞治疗，乃至于第三个事业部门生物咨询、科学咨询的力量，而能够同时具有这三项核心竞争力，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特色，以及我们能够为客户创造不同价值之所在。